结婚八年了，你都没有给我做过一顿饭。要不是我今天翻柜子，我还没发现你还有厨师证呢，而且还是形状主厨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咱家的饭你全包了啊！你赶紧给我做。那些隐瞒的事情露馅瞬间。爱绽放，映入眼眸。风风每天吹来，在咿呀咿呀，轻晃着我裙摆。在咿呀咿呀，你漫步走过来，沿路的风景。我回来了。我们家房租还是8000一个月吗？对啊，你怎么问这个突然？今天派出所来查居住证，我看到那个房子产权的是你。啊、怎么说，我每个月的4000块钱房租还给我，亏我还心疼你啊，我还每天上班，我还回家做家务带小孩，你看我的钱你还我。你觉得网上那些美女好看不？不好看。人家身材那么好，那么性感，还不好看？都是狐狸精怎么好看呢？对不对？狐狸精，那你们男的不就是喜欢狐狸精吗？我这么老实怎么会喜欢狐狸精呢？啊，开什么玩笑？老实，那你现在还爱我不？肯定爱你啊，爱你一万年，爱你经得起考验。给我看看你在看什么东西、啊？我在看淘宝，给你看看。那、no, 你看对不对？哎呦，这今天这么好对我？给你看件衣服。好家伙，又在看。那你看看你后面是什么东西了？啊，喜欢这个什么鲁班造的呀，这些钱呢、啊、你这气质适合吹唢呐。老公说只要我会弹就给我买，来吧你弹吧，你就弹那个。我会弹就给我，就买那个鲁班造那个最贵那个，卖房子我都买。听着啊，你弹吧。这啥？是爱丽丝。你就要送走爱丽丝吧？爱丽丝得多倒霉啊，你拿这玩意儿献给人家，这我也会啊。再次展示。这啥呀？橘色狼的夏天。橘次郎真没熬过这个夏天，你这个气质就适合上那个军乐队打那个大鼓，扛那个大鼓，你不适合。快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不整活不行呗，家人们。怎么又不是录音吗？走啊，干啥呢？还有班那啥？你搁这跟我扮猪吃老虎？你这些年我也不知道你会弹钢琴呢，你这属于是诈骗，你知道吗？你到底是个干什么的？那他不说好了吗？他这屋也没有鲁班造的呀、啊，走吧。那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买个包得了。扔掉，这没地方放都。喂，哎，等会儿啊，媳妇儿，你懂不懂英语？我哪懂那玩意儿啊？啊、Hello, my brother. I'm in the home. My son. And then, 咱俩了，不是 my wife. 喝奶。Today, 够呛。Girl.How many girl? Two. Okay. You one, me one, okay? No problem. I must, huh? 完了，芭比 Q 了，完了，我丢！双子，我看你一脸不学好了，你要不要脸了？不是喝酒就个了，但我求你往后你哪里也别去啊！有事就给我在家带孩子啊！OK. 笑，笑你妹笑啊！你不是不会喝酒吗？今天喝了2斤白酒，我见你没啥事情啊。还记得去年的窝你吗？啊，喝了一杯啤酒倒到我怀里啊！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对我图谋不轨，还说我禽兽不如。笑，你这个女人，卑鄙无耻下流臭不要脸！你欺骗了我10多年，我掐死你！你欺骗我10多年，你呀，原来你会做饭啊！过来，还有脸在那捅着。
里面东西给我拿出来。这是写的危险品呢，给我拿。你听我解释。你给我蹲那，从现在开始我问你答，我说出一句话看我揍你不？哪来的？我妈当时给你的彩礼。彩礼怎么在你这儿没在我这儿呢？我看你也不是有物质的人，结婚答应挺爽快的，我就没给你。你指定还有。没了，都在那箱子里。你不说实话是不？我给你告妈去。哎，等会儿。还有个银碗钱的套，怎么还有饭粒子呢？就有时候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我订麻辣烫，我用喝过汤。我天天跟你给我柴米油盐，你背着你跟我玩荣华富贵是不是？不搞了，媳妇。不对，你指定还有，怎么都是银子没有金子呢？我妈给我一共就这些，这么有了。就算我今天把家里房子扒了，你也得给我找出来金子，要不然马上离婚。哎，唔好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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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几大呀？老规矩啊 ，B B 啊，你人呢？公司临时安排出差啊！我唔信，我行李箱喺身边啊，我而家发俾你睇啊！六六六六六，今晚唔到天光，边个都唔准走！我翻嚟啦。你琴日到底去咗边度？出差咯。琴晚咪发咗张相俾你睇吗？自己一个。系啊。你过嚟睇睇。咁你隔篱呢个边个嚟噶？哎，美女，你是不是85年的？你说谁呢？谁85年的呀？我听人话。你是不是姓王？你怎么知道我姓王呀？那个，我好像捡到你身份证了。一把年纪，那老东西还装嫩呢。你在干嘛？呀。你在干嘛？没干嘛呀。你是不是拿我刮胡刀了？没有啊，哪呢？在哪呢？我都听到了，你还，你快拿给我吧，你。哦，你拿我刮胡刀刮腋毛了？没有，我没有腋毛。你看，我逗你玩的，我没有腋毛。你这刮两下都刮干净了，你。我真的没有，我逗你玩呢，我没有腋毛。哦，哦，好。在干嘛呢？写东西呢。写东西写啥呢？有一个小作业。小作业啊？对。哦，小作业啊？哦哦，这小作业每天都有啊？对呀。喜欢吗？喜欢写这作业吗？哎呀，不喜欢，不喜欢也行。我看看，我看看你这作业写的怎么样。啊，看吧。下课早点回来啊！妈妈，你给我拿出钱呗，我要什么课都给爷爷油。拿了拿了，哪次上课没给你拿呀？哪儿呢？我一次都没做呀。啥？老公，你看你看，咱们家里的欢乐拼盘锁，你看人家老王家放拼盘锁多方便，手往这一摁，一拉就开了，一拉就开了。哎呦你这个骗子！谁？你啊？坐这你了？昨天咱俩跟人喝一斤白酒啊？可是你把我扶回来了。是啊。那时候才开始谈的时候，你为啥喝一杯就倒了呢？给你喝了一杯啤酒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顾不了家了，我喝多了，跟着你啊。啊，那不讲话，不是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呀。啊，瞒了我4年，劳斯莱斯才出才8万，现在我查百度了，我的个天，520万，你骗谁呢？过来，我自己给你们看，来 ，ROLS 看好了 ，ROLS。猫的大小都一样，我们这个是挡板的，傻瓜不要剪，就这
我们这个是仿版的，擦都擦不掉，你告诉我们这个是仿版的，才8万块钱。错了，什么？这胶已经用透了，用烂了。什么用烂？什么骗不过了？来来来，来什么？这不就是比亚迪吗？我想问一下大家，现在补个胎要多少钱？你那天补胎到底花了多少钱？200。你再说一遍。就200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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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告诉我。你啥时候养的？我咋不知道？这不被你发现了吗？那幸亏我发现了。啊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，行吗？一会儿让你砸开，反正你养满了。啊？一会儿你砸开，养满了。让我砸开？嗯。真砸呀？真砸。我有点想吃肉，血脉之灾呀！哦，你砸死我了，你背着我砸掉的死亡钱，哪来的？这是干嘛的？好人啊！嗯，这是干嘛的？这你爸放的吗？你爸放的，这谁的卡？这你妈的卡？你妈的卡？啊，你说要当爸爸了，哎呀，亲爱的，这不能养啊，这，嗯，为什么呀？不是，我们家养一个已经够累的了，还要再养一个怎么养啊？两个小孩多好呀，还能一块做伴呢。这不行，坚决不行。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，就不想要一个自己亲生的吗？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。我不知道姐妹们，你们老公的厨艺都咋样啊？我老公，世界名厨，哎，啥都会做。我只要一下班，进屋就吃饭，还天天都不带重样的。直到我发现了这个。不，我问你，你一天你穿这玩意儿有用吗？脱了。我等会儿我不还得洗碗呢吗？你，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事儿？这儿子写作文，我哪知道怎么事儿？你有这事儿，儿子写了。儿子，你快给你爸解释解释，作文到底怎么事儿？你告诉他怎么事儿啊？怎么了，兄弟啊？我来还接电话，怎么走门口就听你家狗叫着？哥，你看你弟妹，就是我儿子写的作文写的。我的爸爸，爸爸出差，妈妈带个叔叔回来，不但没爸爸帅，还没爸爸温柔。你别笑。我聪啊，这作文是你写的吗？不是我写的，我抄你儿子的作文，我抄你儿子的作文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